姑娘。嗯，什么情况？你选一个开盲盒吗？爹，我选这个得了。确定啊？嗯。好嘞。哎呀妈！你愿意吃酸粉？行。你先造吧，你先造，我等会儿。我就得意吃个酸粉啊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哇！哇哦，不错呀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哇，不错呀！有喜欢嗦粉的老铁别错过了啊！咱家这款嗦辣粉麻麻辣辣的，然后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啊，然后好吃还不贵，经济还实惠，23.9块，给大家发6桶，就是一箱啊！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！哇哦！哇塞！不错，今天没被偷吃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！哎呀妈，这酸辣粉必须把汤都得喝呀！吃完了。刷碗吗？好，去吧，啥不用你管，都我来。这傻子怎么选这个？哇！帮我们消毒。哎，大西啊，藏起来，要不啥也吃不着啊！那大嘴一上来就更抢了。什么情况？吃饭吗？这怎么个情况啊？吃饭啊？这啥呀？这大家整哪里去了？内存。你这么省心呢？给我一个。啥玩意儿？给你一个，自己吃吧。大家都不来。整整抠搜的，全放你那里头，就自己吃啊？你那大嘴我整多少够吃？有道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好吃。哎呀，小薯片真挺嫩。再来一个！哇哦，不错呀！这酸辣粉太好吃了！怎么吃这样？
就怕你跟我抢。这糖，这糖真不错。老铁啊，咱家酸辣粉，有喜欢酸粉的老铁不要错过啊！咱家酸辣粉属于口味稍微重一点的，麻麻辣辣的，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啊，汤都能喝了，味儿贼正。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排啊！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哎呦我去！怎么了？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老铁，吃酸辣粉一定得整点高配版的。把碗你刷了得了。可烦走了，跟我玩心眼，他能玩过我吗？大侠，看着个头就不小。哎呀，乐乐，我这味儿，这酸辣粉自己泡去。我吃一口，吃一口这样吃，这粉这味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对，嗯，哎，吃吧，我去泡了。我不吃，那自己泡去吧。不知道，自己泡去。嗯，不是，这啥冷加蛋呢？哎呀，这小味儿，五香的。老铁们，家人们，这酸辣粉酸麻辣呀，麻辣鲜香，这叫粉老 Q 弹了。有喜欢的好朋友，左下角啊，去赶快去拍一下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给我来吧，没咋吃饱一会儿。哎呀，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？这会儿，必须治治他，太气人了。你倒霉了。这不是猪蹄子吗？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咋不给我泡一碗呢？就剩一桶没了啊！吃大米饭吧。干啥？那吃大米饭得给我吃个鸡腿吧？这不都是菜吗？哪个不是菜？这么挑劲呢，事儿这么多，消停时得了你。有道理，这爷们儿也太护食了。哎呀，嗯，哎呦我的妈！拿来吧你。这爷们儿太欺人了，你等着。哎呀，这味儿，哎呦我的妈！玩呢？对不起，快洗洗去吧。活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老铁啊，咱家这个纯红薯粉啊，有喜欢嗦粉的老铁，口味比较重一些啊，麻麻辣辣的，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，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，就是味儿正啊。这小味儿真不错呀。